女劳动受恩一斗米，报恩一辈子。祝你生日快乐！唱着生日快乐歌，提前帮高龄106岁的懒伯伯祝寿。啊，再吃一小块，再吃一小块。55岁大巴卫星计程车队董事长何桂莲，20多年来把懒伯伯当作自己爸爸一样。53年前，他当士官长的父亲在军中因故服刑，一家7口陷入困顿。爸爸当时的同袍懒瑞伯上士，省吃俭用把军饷存下来，帮助其他经济困难的战友，每个月送一斗米给他们家，一送就是2年。都送一斗米到家里来，那会来探望我们家。那时候是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。18岁那年，他准备结婚，父亲告诉他，懒伯伯是家中恩人，让他谨记在心。27年前，父亲过世后，他接替父亲照顾独生一人的懒伯伯，并在4年前将懒伯伯接回家住，同时还认懒伯伯为养父，细心照顾，从不以为苦。他说：“永远谨记父亲的话，受恩一斗米，报恩一辈子。”动新闻，好心有好报，报道。